好了。哪个？这个位吗？哦，对呀。这个位好大。好大、啊。砖好小。位两个。谁的轮胎坏掉了？路易车。是哦，那你要修修吗？上一个路易车坏掉了。那你叫谁去？叫谁去修？我。你要修？你要怎么修？我看看去修修你。是啊、哦，要修修是吗？是。你要怎么修？你要怎么修？去买妈妈去买去好去买新的。买新的，那要怎么换吗？对呀、啊。你自己换吗？还是谁换？自己换好了。哦，你要怎么换？嗯。要去哪里买？去 Costco。Costco 有卖轮子胎。是哦。那这是哪一个是野的轮胎？这个胎。这个是哦。那露露仪的轮胎是哪一个？是哪一个？是这个不？是哦，嗯，好像是吧。好像是。我路易车脚好大，路易车破掉了吗？没有啊，它是轮胎用磨平的，就要再换新的。漏气了吗？也没有漏气。耶、yeah。平的吗？对啊，弄平了，已经平了，要换轮胎。平了，轮胎不是有刻痕迹吗？你看这个是不是痕迹？露露仪的车的轮胎痕迹没有了，平的。漏气了？没有，不是漏气，是平的。平的就要换轮胎。平的平。漏气的平的，平的。嗯。圆的，打它，它的，它不对、嗯，是不对。对呀、啊。因为它怎么样？它就轮胎变平了。它轮胎这是平的，轮胎变平了，没有这个痕迹，这有黑黑的痕迹有没有？平的。它的轮胎没有了。我没有了。嗯。坏掉了。掉了。平的坏掉了。嗯。平的坏掉了。对啊，平的坏掉了，所以要换新的。所以换新的吗？所以换新的，真的。嗯。哇，哇好。